这个是和牛，对吧？和牛吧。这个要煎多久啊？你不回答，那我自己乱掰喽。这个大概要煎一分钟，一分钟之后翻面，翻面完再煎一分钟，然后就可以起锅了，是吧？这个是组合牛吗？不是啊，那么贵，组合牛。哦，看一下它的包装，这个写和钻牛，和钻牛是和牛吗？应该是吧。啊，不知道，随便啦。欸，跟我讲的差不多欸，差不多就是一分钟翻面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你这样可以吃了，你可以起锅了。其实我影片还不到一分钟哦，所以大概三十秒而已。你就是煎的。这个板就快冰了啊。是哦。这个板就有快冰了啊，会比较快啊。这样子哦。好吧，你把它捞起来就完成了。你要拍到我。没有，我没有拍到你，完完全全没拍到你，真的，只有手而已，而且手还拍得很白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了，完成了，就这样子。